凤山寺是古晋家之户晓的老庙之一。我相信外地的朋友听到凤山寺这三个字，应该大概也猜得到这座庙宇所供奉的是哪一尊神明吧。没错，正是广泽尊王。在古晋这里，大家都称呼他为圣王公。点击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当有新影片发布时就可第一时间收到。在主神龛内有一对红莲，双眼炯炯有神的广泽尊王文武金身，在右边则有圣娘金身，而在圣王宫前下方则是其己有兼开路先锋哪吒三太子。左边神龛内供奉的是祝生娘娘和她的侍从的金身，右边神龛为阎罗天子以阴曹神制的金身。在庙神的右侧设有观音堂，供奉着观音大士。凤山寺与本地许多老庙一样，都没有文字记载着它确实建庙的年份。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资料上显示，是指它早在170多年前，即1848年，就已建在油海街的县址上。当时它是洞依傍在古晋沙劳越河的一条小支流，即双溪古晋河畔的木板小庙堂。而广泽尊王的香火应该是由居住在附近的福建人从福建省南安县凤山寺千年古刹里所引请到古晋，并由当时福建公会的前身晋福建公司所负责管理。在民间有另外一种版本的说法，是指当时有一名新化籍的渔夫在海上撒网捕鱼时，无意中捞起了一尊金身。当晚他却梦到神明对他说，他所捞起的是一尊广泽尊王的金身，并要他找寻当时福建籍的老板，促之在河边建凤山寺圣王公庙，以安奉此金身。自宋高宗册封广泽尊王后，历代皇帝都有加封王侯勋爵与圣王公。当中在清朝咸丰年间，当朝皇帝更在广泽尊王的前头加封保安二字。其实圣王公在中国皇宫显灵救火的20年后，在古晋也曾上演过力退祝融的神迹事件。那是在1884年正月20日，当时中国街的一间雅大店屋突然起火，火迅速的蔓延，眼见火便要烧了过来，民众纷纷收拾了贵重的财物准备疏散，当中还包括了当时侨领王长水的母亲。见到一名小童胸前系着红肚兜，从天而降般的出现在油海街店屋屋顶上，手中不断摇晃着令旗，阻住了火势。圣王公庙以油海街化险为夷，就此逃过了一劫。除了显灵救火外，他也还曾戏弄过第二任拉人查尔斯。原来这名拉人每天清晨都有骑马的习惯，有一天的大清早，他骑着马从圣王宫庙前经过，突然他的马因受到惊吓而高举了两只前蹄，差一点把拉尔给摔下马。拉尔定睛一看，发现到有一名小孩童胸前系着红肚兜站在他的前方，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不久小孩童便往圣王宫庙里走进去，拉尔也随即下马跟了进去，想去看看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没有想到，当拉尔进到正殿时，发现到里面空无一人。过后，他便向附近的华裔询问。当他描述后，民众纷纷认为是圣王宫再度显灵。据说这一次与圣王宫的巧相逢后，他对华人神灵的看法起了很大的改变，还会定期拨款于一些庙宇做各种建设用途。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段关于这一位很年轻就得到归神的少年郎广泽尊王的故事。广泽尊王也被俗称为郭圣王、圣王公、保安尊王等等。广泽尊王身号为威震中印福慧威武英烈保安广泽尊王。为什么郭圣王的圣号会那么长呢？是因为这些都是历代皇帝所赐的封号。广泽尊王原来的名讳为郭忠福。公元923年的农历2月22日诞生于福建南安县石山镇。小时候郭忠福天资聪明，气质不凡，尤其是待亲至孝。父亲在他年幼时便过世，因为没钱埋葬父亲，母子俩只好火化父亲，将其骨骸装入瓮中，待有钱时再埋葬。郭忠福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家境困苦，为了让母亲三餐温饱，便到附近杨长者家放羊当牧童。杨长者相信风水之说，便请了一位地理大师来为杨家找一块风水宝地。这个地理大师说，要找到一片风水宝地需要三年的时间。就这样便在杨长者家住了下来。虽然杨员外非常有钱，可是他的妻子非常的吝啬，每日以粗茶淡饭来招待地理大师。有一天地理大师病了，大夫说要用羊肉配药服下才会好。杨长者的羊寮里虽然很多羊，可是却舍不得杀一只来让大师配药。有一天晚上，有一只羊不小心掉进了屎坑里淹死。在影片的最后，我会把广泽尊王的故事布偶讲古系列这部影片链接放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继续观看。农历2月22是圣王宫的圣诞，8月22则是他得到归神的吉日。这两个神庆，圣王宫庙循例会办庙会，庙前的戏台还会开演酬神大戏。当中2月22的圣驾绕境出巡，更是古今一年一度的盛事。广泽尊王圣诞出巡的盛会，从战前的拉尔时代就已开始。每年凤山寺都有办游神，而且参与绕境游行的队伍数目连胜一年。每年圣王宫绕境的盛事都吸引了大批市民与游客侠道观赏。游行队伍所经之处，竟是一副万人空巷的热闹景象。一些虔诚的信徒而商家还在圣驾经过的路旁摆设香案，来迎拜圣王公和他的开路先锋哪吒三太子。在凤山寺正殿神龛内，供奉有两尊圣王公金身，一尊是文官专办，一尊则是武将装束。因此在出游前，值年炉主必须在神龛前自备，由圣王公自己决定要文身还是武身出巡。相传若出巡的是文金身，则代表来年会天下太平，但若是武身，就代表流年不是很好，
所以圣武功才需要全副武装，以便沿途扫妖荡魔。如果想分享到 Facebook 的话，按分享，再按 FB 图标，再按下发布到 Facebook 就可以了。如果您要分享至别的平台，请复制网址再去您的平台粘贴发布。请勿私自下载影片，再上传自己的平台。